车。梁老师，不听不懂，一雷啪。白天不懂也得听吗？不听不懂也得啪。这个礼拜原本准备了两首歌。对，在《托人侠爱》里的时候，那英呢就推荐我唱他这个《白天不懂夜的黑》。哎，你等会儿，这事挺大。是大，事太大了。关系到淘汰是吗？对啊，一会儿弄弄不行换你的歌，反正不管淘汰名字不好就怪你，行吗？行，我的歌都倒背如流。是。行。啊，好，这么定了啊。好嘞。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像永恒燃烧。那首歌是谭校长的歌，因为在校长的演唱会的时候，校长也跟我推荐说，如果你要参加这个比赛，讲不出再见是最合适的。这两个歌的歌名都很有意义，都比较适合我现在的处境。我要带着韩红，带着冯丽玲过这一关，等下周的时候，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看他们表演。这个黎明就在眼前。这是你三十五晚上第一次唱英文歌，这歌它还是有偏摇滚的曲风在里面。对对对。但是之前也翻看了健身之后，你的摇滚类的歌曲其实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战局上，选择了一首您特别不擅长的歌，并不是英文歌写的洋气和国际。这首歌的歌词，我特别的感慨，它是反复的告诉你、鼓励你，之后还在发出问号，这个很有趣。其实我真的很希望观众不仅仅听到的是节奏和音乐，我希望他们听到的是这首歌传递给他们的那种坚韧。我可以即兴一点。现在不对哦，对不上，我们有点改动，加了点音。我们乐队在编排和老师在编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绞尽脑汁。说实话，在编曲上，老师已经崩溃了。这次比较轻松嘛，因为不管结论如何，都是要来参加土味赛，对不对？对，所有那个补位歌手和踢馆歌手应该都是你这样的心态。对，所以这一场紧张的就是咱们的首发歌手。所以我们就是把歌好好的唱好就好，让大家可以多听到在这个舞台上我的另外一首歌。第一的那个进来的那个，就是进鼓那里，那好像有一点怪怪的。一个音效是哪一个？如果不要，然后前面那个音效我们把它去掉 ，OK 吗？因为有点怪。因为这是杨宗纬的歌嘛，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要变成自己的歌，他要有很大的勇气。让你逃亡，又让你悔恨，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只要你微笑，带歌词的内容就是在反映我的人生，反映我的现在，告诉大家我的未来。我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我可以征服全世界，我可以
看见这个世界最美的事，然后用这样的方式给自己一个更大的力量，更大的梦想。你觉得来收获的感情要远远大于其他任何这个节目里 ？Yes, of course。所以来了不后悔吧？这么累？不后悔，但撑不住了。对不对？早上6点到现在了，只喝了一瓶矿泉水，中午飞机上吃了一点点东西，从早上6点到现在没有合眼，好，各位老师，我们继续排练。刚刚到了晚上用8亿，从去年底一直到现在，我每场都是大作品，嗷嗷场。我怕人烦了，怕人累了，我想让别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竖着耳朵听一听。哦，原来那韩红也会这么唱。我确定了没有？OK， 是，去年내가뭐했을까이런생각하지만아마속으로는더내가중국말을더한거를파파파파파파喜欢把真情流露在每个歌里面，喜欢把生活带到每个歌里面，这是我对音乐最直接的方式。我就是歌手，我就是烟火，你也是。